印度道歉，印度道歉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很高兴，很高兴看到大家来玉和圣堂，嘿嘿，好棒，好棒啊！他都会讲国语的，好棒哦！哦，好棒啊！参加读经会考。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哦，真好，真好！印度的道亲呢，在台南市念国小，他先生可能在成功大学服务的，可能是博士或研究的，参加义和圣堂举办的读经状元评鉴会考。哦，来到会场参加活动。哦。